今天带我的巴基斯坦警察来查看咱们中国的火锅。真没想到警察直接上手吃火锅了。警察就是从那边过来啊、哦，一样加一份。你看他笑的是不是啊 ？OK， 这是豆腐。哎，这豆腐不能吃，豆腐可以吃吗？这些菜要涮完才能吃，你跟他说一声。他说他一个用手，我的手不能放进去。太烫了，千万不要用手放进去啊、哦！看，两只手。哎，对对对，巴铁警察又开始开启拍照模式了啊、哦！用这样拿筷子啊、哦，看到没有？两个手夹筷子，然后把这个夹进去。第一次用筷子，他竟然会了啊、哦！过了羊肉串啊，新疆羊肉串，7块钱一串，那么大一个还可以啊，这样吃。看到没有？对，这样吃，这样吃。OK，go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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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他直接是上手了，他最后还是忍不住上手了啊，因为他平时吃饭的话都是用手。不敢的。哎呀，可以吗？非常可以啊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嗯。用手蘸着这个酱料啊。啊，就这样吃了啊 ，good good， 吃完再舔舔手。Pakistan, China best friend. Best friend, thank you, thank you. I love China. 他不吃了 ？No, thank you. 他是不是不喜欢吃？应该是嫌太费事了，知道吧？他在这个中国的绿茶里面放糖，看到没有 ？Very good. Very good. 你是中国人吗？啊，给你打个车，免费好不好？哎，可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这个挺瘦啊。我们这里还有可以微信支付啊、哦。吃的可以吧？对 ，OK。Very good。谢谢你啊，今天吃的是特别好啊。好的。